大家好，我是小 K。今天我们来学习松井有轨 Fly High 的最后一个段落 C3。由于开头8小节是一样的，我这里就不示范了。我们从这里开始，这里的前面2小节也是一样的，我慢速示范一遍给大家看。好，第3小节的第3拍，圆圈的地方我们开始发生了变化。我们圆圈的时候，同时左手互弦，然后后半拍左手3指按3弦，2指按6弦，1指按2弦和4弦，然后食指上挑。好，继续。好，进入下小节第一个音，小指按5，然后第二拍的时候小指再放掉，然后小指再按五，然后再继续圆圈。然后食指按住1、2、3弦的五平，3指按住7，好上跳，然后 PM，好这里的七小指先弹响，迅速的再滑到8平，然后进入下小节第一个音，我们小指再移回来，然后继续。是一样的，我先慢速示范一遍。这里的第二小节第二拍的后半拍，我们要开始有些变化了。首先食指先立起来的后半拍以后，然后下扫，后半拍加小指就可以了。好，第4拍 PM，进入下小节，再先下上，好圆圈。好，第3拍的同时，我们除了小指，其他全部放掉。在上的时候。继续弹，好，后面是一样的，我先慢速弹一遍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一小节第一个音，这里开始有点变化了。好，首先 PM。下小节，下小节第一个音，小指按7，中指放掉，然后食指按1，就5平就可以了。然后先轮扫，扫。第3拍先 PM，后半拍小指放掉，中指按6，好，鼓声。好，进入下小节，先 PM，往下上。第4拍的时候，小指按回去，好轮扫，后半拍松掉再压音，这样就行了。好，然后就下小节，第一个音先弹零，PM 零。好，后半拍的时候，左手再同时按住，然后下，好松掉压音，然后下一个音的时候，中指按6，小指又放掉，然后轮扫。稍微带一下，然后再一个弧弦就行了。好，C3到这里就结束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慢速示范。
曲子到这里就全部讲完了，希望大家看完以后能有所收获，祝大家琴棋大增。